我是真的不想回答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凝视前方生活的距离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。自己的摊友，那送给大家。那来跟现场的朋友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绍。那我是来自台北的街头艺人，也同时也是今天的表演者，我叫做国宝。那大家如果现场的朋友今天有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，都可以来跟我说，跟我点歌。那今天会在这边陪伴到大家到大概明天早上六点，没有，大概陪伴到大概晚上五点啊，没有到六点，没有到六点，没有，开个玩笑。对，如果现场朋友想要听什么歌，可以跟我说，跟我点歌。那我先带来下一首歌曲，那这首歌一样是一首非常非常轻快的歌。然后刚刚第一首歌这个披星戴月的想你，同时也是我们现场那个漂亮的那个奶茶的老板娘点的歌曲。刚好刚刚去买那个奶茶，她就说哎，你可以唱那个披星戴月的想你吗？刚好是我想要唱的这第一首歌曲，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棒。好，那我先准备下一首歌，等我一下。那如果现场朋友想要听什么歌曲，都可以来跟我说，跟我点歌。我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。再给我一支烟，说走就走，我有
看不清。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在那轻狂的日子里，我不哭泣，我不逃避，给我一瓶酒，再给我一支烟，说走就走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，给我一瓶酒，再给我一支烟，说走就走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。下一首歌曲有现场的朋友想要点歌吗？这个摇滚区的朋友有想要听什么歌曲吗？这个摄影师就不用点了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歌。对，这个现场的摊贩朋友们有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不然我就要在那边等到结束了，就不唱了。我要点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吗？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先唱一首那个。摄影师想听的歌，这个现场刚好有一个摄影师到现场，我也吓到了。他是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人，就是他很喜欢一部电影叫做《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》，他看了好像34次吧，跑去这个电影院刷了这个电影，非常非常的佩服，就是可以喜欢一个电影，然后看到34次，然后很厉害，就是很佩服他。然后这个电影的主题曲，同时也是我们台湾的金曲奖32届的最佳金曲。那这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》。好，那我来 say 一下，等我30秒。
自我，告诉我自己，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，越无法收礼。歌曲来自卢广仲的《刻在我心里的名字》，送给大家。然后抱歉，那个我唱错一个段落，我知道你会发现。对，因为他们看了
34次的电影会发现这首歌，我刚刚有一段唱错了，但是应该现场没有人发现，有不想讲的，但是他们会发现，不行，要讲出来。对，谢谢谢谢。那好，除了那个下一首歌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之外，有现场其他朋友想要点什么样的歌曲吗？有朋友想要点歌吗？如果不点的话，就要等到明年哦才能看到我，可能这个缘分就这样没有的。对啊，没关系。那如果你们可以想一下想要听什么歌，那先带来这个现场朋友点的一首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，虽然跟现在的天气好像不太符合，但没关系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
们带来这首歌曲，来自现场的热情的摊友点的一首逃跑计划的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，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。好，下一首歌有朋友想要点歌吗？那个在录影的朋友，要不要点一首歌？好，那个如果现场的朋友也想要听什么歌，可以来跟我说。那如果你们比较害羞的话呢，也可以那个搜寻我这个看板，然后给我打我的 IG 跟我说。刚好没有接受那首歌 ，sorry。对，好，那我想，然后，好，记一下。好，如果现场的朋友想要点歌，也可以透过那个网络直播，我也在现场，在 IG 的直播。那线上的朋友也可以跟我说，跟我点歌。下一首歌先带来一首那个线上的朋友点的一首歌曲，然后这首歌是来自告五人他们一个乐团，然后出了一首应该是算蛮新的歌曲，叫做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》，那送给大家。三番故里，窗外雨滴打破细碎。玻璃与你相遇，是在一个单纯美好的世界，而在编织那天，你泪流夸张情节，足以向全世界讨回你付出的一切。你的故事存在一个需要密码的盒子，纪念时刻打开却会冒出一阵阵白烟，像是警告自己不能屈服，向往从前，天变地变，我们的爱也变。
存在一个需要密码的盒子，纪念时刻打开却会冒出一阵阵白烟，像是警告自己不能屈服，向往从前。天变地变，我们的爱也变。和我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，顺便遗失了自己。荒唐到底会有结局，而我在这座城市失去了你，输给欲望高涨的自己，不是你过分的感情。深情想拥有的，想拥抱的，以为能从小领悟的结局，好，再来这首歌曲，来自告五人的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》，送给点歌的朋友，谢谢。我们的那个上一位表演者，你要不要坐下来？这样站着不会很累吗？我在等计程车。等计程车啊！我以为在看我的爱，真是难过。原来是在等计程车，害我还很开心了一下。我刚刚才叫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没问题没问题，这个理由我接受。好，那下一首歌，那个我们先把这个现在点的歌先把它唱完。那下一首歌是来自张远的歌曲，然后也是最近这个很常被点的一首歌，就是我前阵子在西门町唱歌啊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万圣节的左右，哎谢谢，然后万圣节的前后，然后就那个西门町都是人，比这边大概很拥挤那种程度，然后就大概有快20个人来跟我点这首歌，可是我都不会唱，然后就觉得很烦，就是一直有人点，可是而且拒绝很累。然后就回去怒练这首歌，就来自张远的《嘉宾》。